朋友们看到了没有，前面这三个字垂虹洞，这里有个洞口，从这个洞口可以上到那个山顶。我等一下从这个洞口里面进去。嗨，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欧哥，我现在在那个旧时风景名胜区里面的一个景点，这个景点叫垂虹洞，这里有一个巨大的那个洞口，都是由那个石头组成的，从那个山脚可以到那个山顶，通过那个石头可以进入到那个山顶。你看这里都是那种石头啊，都是在那个石头里面挖的一个洞啊。我一个人在里面走都有点害怕呀。你看，我现在在洞里面，一个人走的话我都怕迷路啊。我去，里面也太壮观了吧。你看，这里面是一个洞口，全都是石头啊，就是在那个石头里面开凿出来的一条那个道路。我去，在洞里面有点暗啊，所以说这个画质可能有点暗。哎，这个怎么看不清啊？这上面写着潮汕第一圣地。我去，从哪里出来啊？我就是从那个洞口里面出来的，里面有一条道路，这条道路是在那个大山里面，那个石头里面开凿出来的一条道路。这里有一块那个巨大的石头啊，山上全都是石头。看一下从这里可不可以出去。刚才那条路封闭了，不能出去。这一条路可以通到那个山顶，这一条路是在那个大石头当中开凿的一条路。哎呦我去，哎，好累啊。出口飘然亭七层洞出口，出口，哎，好热啊！
看一下从这里可不可以出去。我操，一个人走在里面感觉好恐怖啊。应该快到那个山顶了。快到山顶了，这里能看到那个灯光啊！刚才在那个洞里面，一片黑乎乎的，啥都看不清。现在到洞口了，终于出来了。一个人走这条路真的是好吓人啊！千万不要大晚上的时候去。大晚上在里面走的话，里面那个蛇比较多。哎呀，好累啊！这就是山顶。现在都差不多快6点钟了吧，我要准备出去了，我要下山了。等一下天暗了，不好下山啊。我给你们看一下那个山上的风景啊。现在的位置是在那个旧石，在汕头旧石风景区一个景点。这个洞口，我刚才就是从这个洞口出来的。这个洞口在一层那个洞口那里，然后我在那个从那里面来到了那个山顶，里面是一片漆黑啊。这里是山顶的风光。